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是时候我们参加苗栗县的音乐比赛，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场地，然后参加了这首歌曲是室内管乐合奏的指定曲。当年呢，我们学校在我们陆水副校长的大力支持之下，并由陈信宏老师带领之下，我们参加音乐比赛，荣获第一名的佳绩哦。 当年有参加这场比赛的学长姐或是同学们，我也有参加，我们都非常记得这首歌，所以呢，现在正在台上准备为大家带来这首值得回忆当年隆起的歌曲《棉花大王进行曲》，有请陈老师。